2010年3月1日凌晨5:24哈，在台九线161.2K 处哈，年约38岁张姓男子驾驶一影车沿台九线由北往南行驶，行经上述地点弯道处不慎自撞路边山壁，造成一影车车头毁损，人员未受伤，驾驶人酒测值零，持有合格驾照。现场经警方处理后，于7:40现场拖吊完毕。